哇 ！Oh my god！ 作为一个魔术测试员，每日到底有啲咩做呢？今日带大家睇一睇。起身第一时间饮翻杯水先。点解饮水啊？因为穷啊嘛，冇饭开咪饮水咯。自己饮完再请埋人哋饮。哇！你睇佢块面青晒啦，几阴功。跟住就热下身，练下魔术。其实主要就因为拍片，用嚟揼下波钟扮下嘢嘅啫。然后就执嘢，准备翻澳门啦。唔好同我讲梦想。我梦想喺中次度奖，努力奋斗去打拼，最后都只系冇得逞。比我叻嘅人努力，但点解我唔系早啲瞓？后生就一定要挨苦，你句听完我当鬼故。由于突然落雨的关系，就来了银河这里，因为方便泊车和有瓦遮头。再加上你知道的，在澳门揸车你要找位是难过撞鬼的。相信都有很多朋友会关心，到底这段时间我是怎样生活，怎样维生的呢？其实我除了直播之外，我还有帮人做一些抖音的内容，写下剧本这样。大家如果抖音上面有见过小杨哥啊、曾志日的这些呢，就不关我事的，放心。但有个叫高宇田大魔王的，就是专做魔术，这个呢都不关我事的。是不是很无聊呢？我知道的，不过都是想告诉大家听，其实呢就不用担心我的。我有直播，也都有做一些 freelance 的剧本创作，也都有帮人测试一些魔术这样，所以暂时生活都 OK 的。吃完饭我们就可以去这个戏院。普通人去戏院可能是看戏，但魔术师去戏院呢就是不同一点的。我们是去买肠，呢、这个肠系之前嚟睇咧，一定要食嘅。咁但系依家唔睇咧，我都要食。哇！脆皮爆汁。之后就约咗啲朋友坐低饮杯咖啡，倾下魔术咁样。佢都今次又派咗精神，系太渣。OK。帮我做封面图，帮我攞嚟做封面图呢、这个。饮完咖啡，倾完魔术，我哋下一站都系继续去食饭嘅。唔好奇怪点解我仲未做嘢，因为未开始啫。我今日翻夜间，食完饭就做嘢噶啦。放心，呢度就收到份礼物，朋友出嘅香水啊，就系呢个爽身粉嘅味道，都几得意嘅。食完饭啦，就真系要做嘢啦。成个星期，今晚一定要食到肚满肠肥。如果你叫我减肥，我会叫你收皮。Boss， 点解要咁细裤嘅裤皮牌？哦，系啊，因为唔够 budget。OK， 喂，嗱，呢两副牌 ，OK， 咁啊，一副红色，一副蓝色啦，咁啊，呢两副你可以检查佢，如果你唔信我噶，唔使啦，都系呢啲啊，检查冇问题嗰啲啊嘛，喂，你都检查下啦，因为咧都帮镜头前面观众反正咗 ，OK，OK， 诶，你都俾镜头望下，嗱，冇乜问题啊嘛，每一只都唔一样啊，哇，几好啊，你咁样系一只睇都睇唔到，系啊，唔系咁样。OK， 系啦，下面大家睇下，冇咩问题。喂，检查埋呢副先。好好笑啊！你开个下，应该都冇咩大问题噶啦。系嘛？有问题都冇俾我哋 check 到嘅。诶，系啦，边样做 ？OK， 咁呢个咧其实唔系一个魔术嚟嘅，呢个系一个测试嚟嘅。OK， 测试嚟噶。测试人性。咁啊，诶，两副你有冇中意边副啊？红色咯。红色系嘛 ？OK， 咁啊，你有副红色，我有副蓝色。嗱，咁样好简单啫，我做啲咩？你跟住我做。OK。咁然後我哋依家將佢攤開佢，攤開佢，冇分左右啊嘛。冇所謂嘅，係啦，你跟住我啦。比如我左手咪左手，我右手右手咁樣。好啊，好啊。OK。咁然後你就憑你感覺入邊咧，揀一隻自己中意嘅牌，然後咧揀一隻自己中意嘅牌，係啦，自己記住佢。嗱，咁你嗱我擰住面，你可以俾鏡頭睇一睇嘅，我就唔會偷睇嘅。OK， 得唔得？好。
咁然後咧，我哋就將副牌整翻落佢，係咪啊 ？OK， 係啦，嗱，跟住咧將佢咁樣 cut 過嚟，跟住將呢個牌擺上去呢一度，係啦，跟住再 cut 上去 ，OK， 跟住整翻齊佢。喂，佢咁細副咧，好難輕到佢。所以有啲難度㗎，咁然後我哋咧亦都再 cut 下佢咯 ，cut 下佢咯。OK， 好，然後我們又再 cut 多一次啦。OK， OK， 嗱，咁啊，你副牌你檢查過，你加隻牌係嘛？然後我們現在交換呢副牌。咁我們咧就揀翻我們啱啱揀嗰隻牌出嚟，即係你揀咗邊隻牌，你而家就喺呢度揀翻出嚟就得噶啦，係啊，揀翻出嚟就得噶啦。跟住好樣擺就得。OK。OK。嗱，咁咧，如果啊，如果我哋咧啱啱做嘅嘢，你有跟住我做噶嘛？你係做得啱噶嘛？係咪？如果啱嘅咧 ，suppose 我哋嘅結果係要一模一樣嘅，係啦。咁啊，我俾你睇一睇啦。我啱揀咗只咩牌咧？我就揀咗一隻街穿狗。唔係都正喎。2024年8月13日夜晚十点的呢一分钟，呢条八婆想呃我，但我唔中计，唔紧要噶，测试嚟噶嘛。哦 ，OK， 测即系唔一定啱嘅，但系就睇下啱唔啱啫。如果啱就证明咗一啲嘢咯，如果唔啱都证明咗一啲嘢啦。咁你就系咩？系真系你真 OK 喎，都系街穿狗啊。系啊。嗱，咁呢个系测咩咧？啊，呢个系测呢个前世今生嘅。系啊。我哋两个都系狗。唔系，你系。因為我揀啫嘛，只牌。我係你主人嚟嘅，你都係狗啊。所以今世其實你報一，咁你下世先會有福報。O K。係。街穿狗。係。O K。唔係啊，佢叫我要買愛馬仕啊。喂，點解咧？你有冇 action 到？我老公佢望啦，望啦，即刻佢即刻走。其實你緊唔緊張啊？你每一次變魔術？誒，一時時咯。O K。做咩咁問啊？就睇你會唔會緊張啊？做乜事啊？繼續啊！擾亂下你思緒。準備定翻嚟停。第一次，第一次，每次撈唔到。哦，分咗咗。係分咗咗。O K， 好。準備定翻嚟停。停。停幾多次啊？我想你攞住先，唔好睇住。我啱會擰住面嘅，我費事偷睇。咁你就自己睇，亦都俾個鏡頭睇一睇。O K， 咁我就擰住面，我唔睇你副牌。O K。O K。OK， 我而家拎翻佢啊！咁依家咧，我唔知道你牌咩牌噶嘛，係咪？咁但係今日咧，我就唔急住揾你牌出嚟嘅。咁我係啦，我要做啲特別啲嘅嘢。咁做啲咩知唔知啊？唔知。冚你兩巴。我出嚟。就會有個印喺你塊面出咗嚟。OK， 跟住然後就係嗰個啤牌嘅印。Yeah， exactly。Oh my god！ 但唔得，我啲粉太厚，應該印唔到出嚟。誒，粉有粉仲好。哦，即係可以。係。凹凸嘅。係，你好。快啦。OK 啦，咁我一會洗碗嘅真係，係咯，嚇，咁我哋啊，嗱，咁我咁樣，我會將啲牌啦，一半面向下，一半面向上，咁樣將佢洗埋一齊。OK， 咁啊，即夾夾雜雜。係啦，呢個世界上得兩種人會咁樣洗牌啫，啊，一種係黐線佬，啊，第二種係傻佬。OK， 咁我將佢咁樣啦，啊，洗埋一齊啦。咁啊。正常依家啲牌咧，你見到啦，係一啲面向上啦，一啲好勁喎！你係真係一隻揀一隻嘅喎。誒，係咯，幾隻幾隻咁樣啦，係嘛 ？OK，OK， 好清晰啦，係嘛？好，咁然後我哋再洗亂少少，佢賺我勁啦依家。OK， 然後我哋再將佢洗亂啲。OK， 好。嗱喺呢個情況下，你見到啲牌咧就係咁樣啦，有啲向上，有啲向下啦，係嘛？咁我做緊啲咩咧？我講過啦，其實正常，如果想揾你牌出嚟咧，好悶嘅，好悶係嘛？即係成日都睇㗎啦，係咪？咁所以今晚我做啲特別少少嘅嘢。咁其實啱啱我好似將啲牌洗亂佢啦，但其實我唔係，我係洗翻齊佢。即係一二三四走落去。唔係，即係我將佢全部洗翻上同一個方向嚟啦喎。正常嚟講啦，應該全部牌啦都向翻同一個方向。有啲見唔見到啊？係咪㗎？係咪啊？嘛，可能睇唔清楚嘛。你一次，
好像有些反轉作，但不要緊的。 OK， 一定有些原因，是一定有些原因，他不會無緣無故反轉，是的，他反轉一定是有原因，一定是我那隻牌 defend、可能是、OK， 我們看看，你看到整部牌見面到全部反轉的牌，咁啱咁啱都是攜線。哇！我咁仲諗住大笑，好彩我冇笑到。OK， 你見到全部都是攜線。哇！係嘛？但係我哋留意一下先，我哋有攜線一啦，攜線二，攜線三，攜線四，攜線五，跟住攜線七、八、九、十，積累傾喺五同埋七中間少咗隻攜線六。原來你就是溜溜溜溜溜，老鐵溜溜，老鐵溜溜溜溜溜，乜鬼？哇！有啲料到，因為我未睇過。我話是老公。強烈推介佢條腸，笑得咁開心啊！因為我想起你啱啱勁好笑咯，你話佢個肉醬係自制，跟住你就冇啦冇啦。我唔係咁嘅諗法，我叫咁極力推介咧，我覺得似係自己整嘅。似係自己整嘅，因為平時你係咁啊嘛。誒、你覺得我最整嗰個滑蛋魚蛋蟹柳好唔好啫？誒唔係喎，滑蛋魚蝦喎。即係好清晰咯，每一樣嘢，即係魚蛋係有魚蛋味嘅，蛋係有蛋味嘅，跟住佢哋大家加埋一齊就係有魚蛋同蛋嘅味咯。有蝦嘅喎，仲有蝦，你好唔好食啊？個層次幾分明咯。搞掂啦，依家就揾阿泰。哦，今日好彩夜晚咧都涼涼地，就唔會好熱，同埋咧喺多日屋企攤咗支茶咁啊。行去攞車都舒服啲，同埋今日咧，即係叫做第一次啊，成條片都係打直咁樣拍咧，係唔係好慣嘅？即係構圖嗰啲咧係唔好識嘅，即係好似今日拍魔術咧，你會發現，咦，拍到阿泰就拍唔到另一個人，就同以前打橫就唔同。但係又想試一下，因為好似打直咧，大家喺電話度睇啊，個觀感會正啲啦。咁啊，成塊 mon 都係畫面，但係就需要啲時間去熟習一下啦。因為咁多年嚟都係拍緊十六比九，咁一轉九比十六，有啲難度。過嚟呢邊啊嘛，睇住咯。也曾經是日本時代魔術酒吧 Sedona 的駐場魔術師。你唔講你打爆 Elderman 嗰啲嘅？啊，我 Elderman 哇，本人曾經用五日時間打爆個 Elderman 女武神，一晚斬我兩萬七嘅 super chat。最高峰時間有4200人睇到我崩潰。我哋本身以為傾魔術嘅，結果點樣？我朋友咧就有玩過一隻啊。係，你繼續，你繼續講。你冇諗跌走我朋友三個字啊？我唔會。唔係啊，我有朋友咧就玩過一隻係叫咩啊？喪屍危機嘅。係。佢係一男一女，你同你女朋友。嗱，首先個作者專門。O、okay. K， 你同條女咧喺嗰個大廈入邊啊，突然間出發現咗新聞，出邊有喪屍危機咯。然後只 game 玩咩？文字劇情 game 嚟嘅，選擇去邊去邊嘅啫。但係就要捱，睇你捱到幾多日。哦。咁你屋企物資又有限，樓上有個識得整電腦嘅宅男，樓下超市有一個大叔咁冇黑人皮膚嘅大叔啊，有食物啊，然後中間仲有好多唔同劇情。咁你自己出去搜刮物資嗰陣，隔離屋又有個少女啊，少婦，佢又好想要物資，咁佢哋攞咩換咧？你想換到人哋嘅嘢，又攞咩換咧？攞人情味啦，定係？一定就係人情。